夫所出，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。先立，得救是本乎恩。也因着信。新题吧。好的吗？嗯。经历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好的吗？第二章第八节，咱们一直读到第十节。一、二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阿们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感谢主的恩典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是得救是本乎恩，你得经历主的这个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是不是啊？上帝的恩借着人的信，简不简单？上帝的恩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谁的义呢？神的义。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这个本乎恩必须把它经历出来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是不是啊？神就要叫你经历这个本乎恩，因着信。所以上帝所有的好处都得因着信，这是人的信，是不是啊？这人的信谁给的？神给的。耶稣是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所以你必须因着信。神把这信给你了，就是你的信，就是人的信，是不是啊？要把上帝这个恩典在实践中间借着信再经历出来。那么我今天学习的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那么上帝今天要亲自在实践中间，是不是实践？把这窗户关上，不然那光光响。实践中给他经历出来。在我们那地方，我讲的这个地方，我很多的律法分子讲到这个地方，讲来讲去才开始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后面再加一个什么？但是，是不是？他这一家但是反没反？反啊！这里面就说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首先得救本乎恩，我必须知道，这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以恩为本的叫本乎恩，对不对？嗯。以恩为本，以恩为本呐、啊，这叫本乎恩。也因着什么？信。信。第二点，也因着信。不因着信，绝对不能把恩给你。这是因着信。信。第三点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否定自己。乃是神所赐的，肯定的，肯定神赐的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。这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是不是啊？也不是出于行为。第一五点是，也不是出于免得怕别人自夸，是不是啊？怕你自夸，所以免得有人自夸。
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所以不要叫你们神，请善，就是神叫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有许多人把这句话就翻前面的道，说你看这不叫咱们行善吗？那句话是误解，很多人误解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，是我们是他的工作，也就是我们是耕种的田地，是不是啊？或者主盖造的房屋，那么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是不是造成的？他必须在基督耶稣，我得救本我都住在基督耶稣里，他开始造你了，圣灵开始在你身上工作了，这并不是加上行为的。有许多人把它，你看这不像个加行善的吗？这行善不是自己，这已经否定自己了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这行善的行为和你的行为没关系，不是出于你的行为，这就是在实践中间叫你经历，不是出于你的行为。比如说亚伯拉罕经历，他的行为并不好，但他经历经历主的恩典，经历经历。我们看亚伯拉罕是怎样信的，所以上帝叫你效法亚伯拉罕之信。我们先看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节，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节，经历得救是本乎恩，上帝叫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要经历，他叫我们也要经历，他叫你经历什么？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叫你经历不是出于自己，不是靠肉体绑臂，不是靠行为。四章一节，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亚伯拉罕经没经历？不是凭肉体啊，经没经历完？亚伯拉罕凭肉体他能不能够称义？不能，不能称义的。因为他凭肉体，他说自己的妻子是自己的妹子，这件事本身就不能称义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上帝叫亚伯拉罕经历，叫不叫你经历呢？叫。早晚有一天你会经历这句话，你学完这句话就经历这句话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就像你肉体软弱，就像你肉体有所不能行，就像你，上帝就叫你经历这个道，这叫道，是不是啊？是神确定的，凡干犯悖逆的，就受了该受的报应。他为什么前面叫你知识时候叫你确信，后面就叫你经历出来，叫你更加的加深前面的确信。听没听明白这句话？经历这句话，经历不得就是本乎恩的时候，就加深了前面的一个信心。得救是本乎恩，前面在知识上学的得救是本乎恩，在经历中间又经历得救是本乎恩。听没听明白？前面是知识的本乎恩，后面是见识的本乎恩。前面是知识的，是不是？不是出于自己。后面是见识的，不是出于自己。听没听明白？前面是知识的，不靠肉体。后面是见识的，不靠肉体。麻烦吗？麻不麻烦？不麻烦。难吗？不难。它不难呢。就是什么意思呢？今天我学到了本乎恩，谁问我我也告诉本乎恩。听没听明白？谁今天来攻击我的，我也不能翻了本乎恩这个理。听没听明白？谁来攻击我，我都告诉本乎恩就是本乎恩，不用加人的行为，因为这里面说也不是出于行为，你就把也不是出于行为这句话拿出来攻击他。听没听明白？在见识中间应用主的道，好不好？用信心把主的道拿出来攻击仇敌。听没听明白？听明白了。知识是积压子弹，多多的积压一些子弹，见识是把子弹拿出来打仇敌。听没听明白啥意思？听明白了。道中不就是子弹吗？
道就是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嘛，对对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么打仇敌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拿着圣经的话打仇敌，打魔鬼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么今天你积存的这些知识，目的是什么？在见识中间把这知识变成子弹，打仇敌。哦哦。对不对？对。他告诉你，你们不能得救光本无恩的，也得加上点行为吧。撒旦退我后面的，也经常记着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乃是神所赐，是不是？嗯，免得有人自夸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所以在知识和见识上得多而又多点，边经历知识，边学知识，边经历见识，边学习知识，边经历见识，知识和见识它是两条腿走的，是不是？它不是单腿蹦的，有知识上帝必要给你叫你经历见识。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对。如果你光在知识中间绕上绕上绕上，一点不给你见识，你就见识不了了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光给你讲枪械，枪械是怎么原理？但今天你能拿到手里看看，都拆开了看看什么？枪管，是不是？里面有膛线，对不对？还有后拉式的啊？还是啊？还是一个拉栓呢？是不是？还是旋转后拉式的？打开看看什么样，墨西纳干的到底是毛色酒吧的，到底是什么，是不是啊？它里面是什么，怎么构制啊，怎么构造出来的，打开看看，看枪机里头都什么，撞针是什么样的，是不是啊？看看弹簧是什么样的，怎么挂上的，是不是啊？你拆拆拆拆完了，最后你又把它装上，再拆再装再装再装，经历完了最后的打打打打，是不是一开始打死点，最后呢打固定的，最后打是不是活的？他爱怎么怎么跑你都能打着，是不是？爱怎么跑你都能打着，打前量，是不是？是。一开始打100米的，后来打500米的，最后打1000米的，最后打2000米的，都不在话下。嗯。这在经历中间操练来操练去，你这枪成为你枪人一体了，是不是？就像开车一样的，开车最后车人一体了，你才不容易出现事故的，是不是啊？是不容易肇事的，是不是啊？不然的话，你一旦你车和你的分离了，就对不对？配合不协调，最后你会出现事故的。听没听明白？明白。那么信仰也是这样的，上帝把人也放在中间，叫你最后是什么？道和你成一了。借着见识叫道，不是在知识中间，叫你道和人合一，是不是合一啊？是啊。这叫伊玛内利。什么叫伊玛内利？是啊。神与人同在合一了，叫伊玛内利。到现在你不明白什么叫伊玛内利，就是道人合一，道就是神，对不对？和人合一，这叫神与人同在。你都没合一呢，道是道，你是你，一到经历中间了，你马上出问题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跟道没有合一，因此在经历中间就有问题。那么得救是本乎恩，我光知道得救是本乎恩，对不对？没有真正的经历出来这个本乎恩。到底什么是本乎恩？所以上帝就把你放在跟亚伯拉罕一样的肉体软弱中间。亚伯拉罕肉体软不软弱？软弱。肉体软弱目的是什么？把这个道给经历出来，本乎恩的道就借着你软弱经历出来。你软不软弱？你肉体软不软弱？有所能不能行？不能。不能行。那么上帝就告诉你，今天就告诉你，当你有所不能行，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时候，神告诉你，我的恩典够你用了，在实践中间就把上帝这个恩典就给经历出来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本乎恩就是本乎恩的，白给的，白赏的，白赐的，是不是啊？白得的，不是我赚的，是不是？那得在什么情况下？就是你的肉体有所不能行，软弱到极处了，上帝故意将你软弱到极处，好要把这个恩典给你，
听没听明白？嗯，这叫经历。我学到本宫安因着信这不踏实。我书本学的这不踏实啊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得救本宫安也因着信这个不踏实啊。有的时候一借着外界的一影响，这得救本宫安就放手了，嗯，就放松了，就不敢确定的。所以在实践中间叫你确定确定来，敢不敢肯定得救是本宫安来？敢不敢肯定？平时那个平安稳妥，咱们学知识的时候，得救是本乎安也。因着信这病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，是不是啊？这是在知识中间的承认，但在见识中间也要承认。在知识中间承认这个，在见识中间也照承认，对不对？对，成功了。是不是成功了？是啊，见识完了就成功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叫激活子，见识完了成功了就能激活子，没有真正见识的时候他不能激活子。所以在见识中间，上帝叫你的果子结满仁义的果子，有没有？有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说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结不结满呢？怎么能结满？不在见识中间能不能结果的？不能，不能结满。哦，听没听明白？明白了。你想结果的吗？想。你们多结果的，我父因此就我分派你们结果子，不是你们自己结的，是我分派你们结的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呐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你在我里边，你的果子是长存的。你在肉体里边使劲要结果子，那果子是不能长存的，听没听明白？明白。所以叫你果子长存的果子，那是属天属灵的果子，圣灵结的果子就是长存的果子。所以真正的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的人，他就多结果子。在知识和见识上少而又少的人，他就少结果子。在知识和见识上没有的人，就如同妇女美貌无见识，如同把金环戴在哪个地方？猪别的。听没听明白？嗯。没有见识的人，他总往肉体上安，就等于把贵重的东西往卑贱的肉体上戴，就是金环往猪鼻子上戴。猪代表污秽不洁的，你的肉体代表是不能成熟神国的，往肉体上戴，就把道往肉体上听，就像金环戴在哪个地方？反正不是狗鼻子，肯定是猪鼻子，是不是啊？戴在猪鼻上好不好？金环贵不贵重？贵重。猪鼻子污不污秽？污秽。污秽的，把金环往猪鼻上戴，对不对？对。往人鼻上戴，对不对？不对。怎么不对呢？往人鼻上戴还不对呢？金环是不是给人戴的？嗯。不是给猪戴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谁家猪带个鼻子，他完了带他拱来拱去拱掉了，是不是？没有用的，说明这个见识上你看的重不重要？他说你不要光美貌，妇女美貌而无见识，如同把金环戴在猪鼻子，光美貌没有用，对不对？他都有见识啊，上帝注不注重见识？注重的。当你没有见识的人，他会乱用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当我讲完这个课程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可以在我讲的课程中间，你学习了知识，最后上帝要叫你一个一个的在见识，好不好？好，见识熟点，等知识学完就这么学的。本乎因着信，一旦你今天的你的行为有所不行的时候，你的行为不好，经常软弱的时候，你承不承认本乎因着信？就在这中间承认，就在什么？软弱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就在软弱的时候，在经历本乎恩因着信。亚伯拉罕软弱的时候才经历本乎恩因着信。是。所以上帝就记载在新约圣经里，就他怎么软弱的记载在圣经里。旧约记载，新约也在记载，说他不是靠肉体的。那今天你靠不靠肉体呢？
看这段经文啊，看这段经文，第四章第一节，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是不是问话？是。这个问话是肯定，是否定靠肉体，是不是？这样看来，这样看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这又是肯定，肯定他不是凭肉体得的，又是否定他是凭肉体得的，又是肯定又是否定，这个你看这个难不难？肯定亚伯拉罕不是凭肉体得的，又是否定，否定什么呢？亚伯拉罕是凭肉体得的，亚伯拉罕是凭肉体的，否定是凭肉体的，看清楚了吗？这又是否定又是肯定，肯定亚伯拉罕，否定肯定亚伯拉罕不是凭肉体的，肯定不是凭肉体的，是不是？肯定是什么？他不是凭肉体的，否定是什么？他是凭肉体的，否定亚伯拉罕是凭肉体的，所以又是肯定又是否定，一个意思，其实就是一个意思，亚伯拉罕不是凭肉体得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今天呢，亚伯拉罕就是我们信心的父啊，圣经告诉我们效法亚伯拉罕之心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对不对？对。他怎么的我怎么的，效法亚伯拉罕之心呢、啊、亚伯拉罕在什么地方，上帝在什么地方来否定他是凭肉体得的呢？在什么地方否定的呢？在他经历的时候。那你在什么 事上上帝要叫你否定是凭肉体得的呢？他怎样你怎样，是不是？那你在什么情况下神要叫你否定你是凭肉体得的呢？你这今天因信称义，这个义不是凭肉体得的，上帝要叫你否定，是不是？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叫你亲身的否定呢？啊，经历，是吧？经历是最关键的。你知道我学到了，我不说出谁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就在心里学的，只有经历的才把你里边那个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给他显明出来，对不对？对。血漏妇人的血漏他不说没有人知道，他血漏反正止住了，他不说谁也不知道他有信心，是不是？上帝要把那个信心，不是他凭医生他在医生手下受不受苦？受了，受了许多苦，是不是？病反而没有被治愈，反而加重了，是不是？神今天就要叫你，你不是已经得医治了吗？把你的看不见的信心在看得见的人群中间显明出来，听没听明白？明白了。神也叫亚伯拉罕的看不见的信心，不凭肉体这个信心，在看得见的人中间显明出来。他是看信心是看不见的，要叫他能看得见，能看得见好做世人的榜样啊，好叫告诉亚伯拉罕这样的走路是对的，对不对？他不凭肉体是对的，要凭肉体就是错的，听没听明白？好叫你能效法他，他你都不了解亚伯拉罕到底是怎么信的，你怎么效法他？啊？神如果不把亚伯拉罕那个软弱的地方给显明出来，你怎么效法他？效法亚伯拉罕的信，是在效法亚伯拉罕的信，是在见识中间的能够看出来的，他是
不凭肉体的，是不是？嗯、不是在他信了之后的，信了之你就效法他里面那信，这信要经过见识把它显明出来，你才能效法，因为你看见了，你才能效法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问题难吗？对。难不难？不难。那为什么叫你今天能够这样？咱们天天来讲。阴性成义，阴性成义，经常讲，讲阴性成义是知识。今天我讲的不是阴性成义的知识，我乃是讲阴性成义的见识。这道为什么是丰富？就在这个地方。神的道为什么是丰富？就在这个地方。不但在知识上丰富，而且在见识上也是丰富的。不单是在知识上是多而又多，在见识上也是多而又多的。听没听明白？不在一个点的固定那个地方，就得就是本观也因着信了，那没有见识可以不可以？可以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神要给每个人见识的机会。怎么见识呢？也把你放在跟哑巴拉罕一样，在这种情况下许可你软弱，也把保罗放在跟哑巴拉罕一样，他说我时常软弱，我时常夸我的软弱，因为我时常软弱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时常就是经常的事儿，哦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时常软弱才能显明出你时常都本温，哦，所以上帝许可时常软弱。为什么许可你时常软弱？恐怕你自夸，就怕你自夸，所以神怕你自夸，所以许可你时常软弱。因为只有时常软弱的人才时常没有可夸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只有时常软弱的人才能够拿住体没有可夸的地方，才单指着主夸口。阿门。是不是啊？是啊。隔几天就叫你软弱一把，哦，可能一天就软弱好几次，哦，是吗？这样的软弱正是上帝叫你经历得救是本观。所以我们看那道不是说我看去凭眼睛看那自己得救本观，他见识中间出来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听没听明白？你学到的是字，但你见识出来的就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叫你把这个字句黑白纸上写的黑字给他见识出来，最后就成为灵，就成为生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不见识是不可以的，没有见识是万万不可以的。没有见识的人，他说话就没有底气，是不是啊？他说话没有底气啊，他为什么没有底气？因为他没见识过，没有见识过的讲的人讲出来的就不真，见识完的人讲出来就又真又活的，因为他是经历完了。弟兄姊妹，对，所以没有见识过的人，他说任何的话都不真，因为他只是在知识中间了。等见识完的人，他说每一句话实实在在，因为他经历完了，对不对？嗯。感谢神的恩典，所以上帝许可亚伯拉罕肉体软弱，我要证明一件事情，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他得救不是靠肉体，不是靠行为，是不是啊？这就绝对肯定了他不靠行为，肯定不靠肉体，是不是啊？肯定不靠行为，不靠肉体，不靠。不是靠行为。好，咱们看第一章第四章的第一节。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，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。经上说什么呢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个信神，神的义就算他的义了。那我必须把神的义是我的义，耶和华是我们的义，
这件事给他经历出来。在哪经历？就在你最软弱的时候，经历中间来经历出来，是不是啊？在见识中间来经历出来。对不对？他没有可夸的，亚伯拉罕一点可夸都没有。神今天就把亚伯拉罕放在世界全世界人的面前，告诉你，你们谁这么信的，谁就得着。听不听明白？谁像亚伯拉罕这么信的，你就得着了。当你学完知识，你一再是说到他了，怪不怪呢？根儿没扎住，是不是啊？根儿不是扎在得救是本乎恩上，也因着信。所以因此根儿没扎住的时候，前面所有的全都没有。根儿不是立在耶稣身上，不是得救是本乎恩，还赶不上格林多前书第三章呢。那个根儿立在耶稣身上，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只是往上建的材料用错了，用肉体了。今天有两部分人，一部分人是前面就错了，得救是本乎恩，就建在哪儿？人的肉体上，靠肉体使劲努力，跺着脚努力，因为他误解经文，他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所以他使劲努力。亚伯拉罕不是使劲靠肉体努力的，你看这里边否定了，是不是啊？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亚伯拉罕所得的是凭肉体得的吗？不是的。那么既然不是的，这就一下就显明了，他在经历中间，神叫他为世界人做榜样，对不对？为全世界的人做榜样。他在经历中间的时候，说自己的妻子是自己的妹子，是因为肉体的软弱，怕，是不是？肉体软弱呀，这叫没有神呐。我若说他是我的妻子，他可能是把我杀了，存留我的妻子给他们做妻子去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所以我就干脆我就说，这不是我的妻子，是我的妹子。你听，肉体软没软弱？软弱。这跟信仰没关系，这跟他的信仰没关系，这跟他的肉体有关系，是不是啊？很多的事情，很多的事情，这是肉体上的一时的软弱。彼得三次不认主，是肉体软弱，是信仰的事儿。肉体软弱。犹大卖主是肉体的软弱，是信仰的事儿。犹大卖主。信仰的。看好了，就是哪一部分属于肉体软弱，你必须把它区分开了。犹大卖主不要主了，他原来他就不信，对不对？耶稣说他从起头就不信，犹大卖主不能化在肉体软弱中间。彼得三次不认主可以化在肉体软弱中间。彼得说我打鱼去，耶稣复活了，他说我打鱼往哪划分？肉体软弱上。耶稣从来没有斥责彼得，从来没有因他肉体软弱斥责彼得，是不是？是啊。他三次不认主，主也没斥责他，但他有一次他说，主啊，你进耶路撒冷这件事万万不可临到你，这是肉体软弱呀，是中诡计的。中诡计了，听没听明白？这不是肉体软弱。是那个三次不认主那么严重的都属于肉体软弱，但他的拦阻耶稣基督凭好心是，耶稣你别进耶路撒冷，你进耶路撒冷你就被杀了，你快别进去，这事万万不可临到你。但这件事不是肉体软弱，这是中撒旦的诡计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你一定要区分开来，哪个是肉体软弱？亚伯拉罕说我的妻子是我的妹子，这件事是肉体软弱。这件事肉体软弱要经历什么呢？经历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呀，是不是？就叫亚伯拉罕凭肉体没得什么，是不是啊？他所得的全凭信心得，全不是凭肉体得，是不是啊？上帝应许亚伯拉罕没加附加的条件，他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，是不是啊？你走就行，你把从加利利乌尔往迦南地区，
往往只是你到地方去，我就要叫你成为大国，我要叫你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星那样，如同海边的沙子那样多。神今天跟亚伯拉罕立的是什么约呢？恩典之约，是不是？恩典之约。所以上帝今天告诉凡像亚伯拉罕这样都进入恩典。恩典是什么？不在乎人的行为，是不是？也认这信，是不是？那彼得信彼得拦阻耶稣进耶路撒冷，这是人的行为，是鬼的行为？鬼的。要是鬼的行为，耶稣说撒旦推我后面，这是因为这是鬼的行为，对不对？这不是人的行为，人的行为是哪一种？不涉及到信仰的问题，是不是？不拦阻神做成救恩的，因为耶稣进耶路撒冷是不是要做成救恩呢？是。彼得拦阻耶稣进耶路撒冷是不是撒旦呢？是。撒旦要拦阻耶稣进耶路撒冷做成救恩，他不进耶路撒冷就不能被钉死十字架，是不是？是。他得进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，他钉十字架就能代替我们的罪，这是做成救恩的。凡是要跟信仰顶撞的，跟信仰发生冲突的，都不是肉体的行为。我再说一遍啊，彼得说你是上帝的弥赛亚，这是神的行为。彼得说你万万不可进耶路撒冷，这是鬼的行为。彼得说我打鱼去，这是人的行为。听没听明白？明白了。你听没？今天我偷着面上信耶稣，偷着背地里拜魔鬼，这不是行为，不是肉体的软弱。听明白吗？我面上信耶稣，我背地里叫鬼去。这是肉体软弱吗？不是。涉到信仰的问题，涉到信仰的问题就是属魔鬼的，就是属从鬼来的。听没听懂这件事？这是何等关键呢？所以耶稣基督敢说撒旦推我后面去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意思。你听听这句话，这句话是绊脚了，是不是？涉及到绊脚的问题了。听没听懂？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并不是出于自己。那么亚伯拉罕今天这个行为，肉体软弱，说自己的妻子就是自己的妹子，这件事是人的软弱还是信仰的事儿？两个对的。人的软弱跟信仰没关系。没关系啊。听没听明白？这是人的软弱。一时间看见法老王穷穷极恶的，看见亚比米勒王是不是吹胡瞪眼睛的，瞎了吗？就外邦人他们都没有神呐，一旦把我杀了，把我妻子留下怎么办？干脆我就让把妻子让出去吧。我就说她是我妹子，她娶她就娶去吧。你看看，按人说亚伯拉罕地不地道？不地道。不地道。按人说这亚伯拉罕够不够焦？跟他这么多年的妻子，竟然把妻子说成是自己的妹子，送给亚比米勒王，送拿去吧，送给你，白送给你。只要不杀我就行，是不是？留着我的性命就行，我因你得存活。是不是？把妻子要出卖了，按人，是不是？亚伯拉罕不够交啊，是不够交，是交不了这人。这人你连妻子都卖，何况别人还不卖吗？啊！但他最后他能把谁，以撒献上去？是不是？他能把以撒都能献给耶和华，对不对？这就说明他的软弱不是总在肉体的软弱，他会有刚强的时候。他信心会刚强的，是不是？他把以撒献上，上帝要他献以撒，他就从来没有推辞的把以撒给献上。这是一个阶段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阶段性的。但今天上帝要叫你经历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就会许可那些人啊，你就真的因信称义啦。你阴信就白白的诚意啦，就不用加点什么啦。这时候就显明了你在知识上真没真正扎下根。最后呢，你在见识这件事，别人对你说话的时候，你会怎么说？
你使用了圣经的话，证明你把话存到心里。你连使用圣经话都没使用的话，你就跟他，咋不信你的，我就信我自己的，这行不行？不行，不行。听没听？不然的话，还有人对你说这话。不然还有人，很多人对你说这话。所以，上帝要叫你在经历中间，在见识中间应用什么话？应用一两次，撒旦就退你后门，再不试探你。这是一种试探，是不是？在你什么情况下试探？就最软弱的时候，你肉体最软弱的时候试探你。耶稣在什么时候试探？他最刚强的时候，魔鬼并没有试探他。对不对？他在40昼夜禁食、不吃不喝的时候，魔鬼并没有试探他，因为他那时候是强壮的，圣灵在他里边有能力的。他在什么时候开始试探他呢？魔鬼在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试探？就是他饿了，饿了，是不是？在他饿的时候试探他。那你在什么时候魔鬼试探你？就你最软弱的时候，是不是？你最软的时候，魔鬼会今天试探你的。所以上帝在你最软弱的时候叫你使用信心，应用神的道，把神的道提出来，来击杀魔鬼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显明了，你抵挡的时候勿要抵挡魔鬼。为什么要勿要抵挡呢？对不抵挡？抵挡。不抵挡，用什么抵挡？用你所在前面所知识上的道，从知识，是不是这个知识中间所得的道，来抵挡在见识中间的仇敌？听没听明白？所以呢，因信称义这个理是驳不倒的，得救是本乎恩这个理是永远驳不倒的。不管任何人，不管再有名望的人来否定了因信称义，否定了得救是本乎恩，你就应当拿主的道抵挡仇敌。这出于魔鬼，不是出于神。凡抵挡道的都是出于魔鬼。那不对呀，那是一官呐。不管他是牧师、长老，他再牛你也不要听，好不好？好。因为这是属于魔鬼，因为这不是他肉体的软弱。你不用包容，是不是？是。这你别包容的，也不用彼此相爱。这时候你需要拿着主所给你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要抵挡仇敌，勿要抵挡仇敌。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听没听懂啊，弟兄姊妹？懂了。所以这不是涉及到肉体软弱的，你肉体软弱，仇敌那边他就要攻击你。听没听明白？所以你要用坚固的道证明今天你得救是本乎恩，好吧？用坚固的道证明，这道就是证明，你拿着这道应用了，就证明你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了。把你知识所学的，在知识中间所学的，在见识中间应用出来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这边学，这边应用。嗯，是吧？这边制造子弹，这边就把子弹上膛往外打，听没听明白？嗯。所以这时候你在肉体软弱、仇敌攻击，你得救就本乎恩了，你就不用加点什么，你就能进天国了。你这么着想得好呢？这句话是出于神，是出于鬼？鬼。是出于人，还出于鬼？鬼。分辨了吗？分辨了。神要借着你这个时候，你很软弱，肉体很软弱的时候，上帝告诉你，你的信心，他的信心并不软弱，亚伯拉罕的信心并不软弱，所以效法亚伯拉罕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抵挡仇敌，他说，你得救不是本乎恩，还得加点行为呢。圣经有加行为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是不是啊？嗯。圣经说你们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？嗯。我讲到你们听过吗？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这句话你明白吗？
有人说，你看你这没有行为的进心是死的，所以使劲往上加行为。你加行为，那也是没有行为的信心。你那个行为在神的面前不是行为啊，那不是好行为啊。上帝要的是好行为，是不是？是。你不能把你的行为加上，你的行为加上就是坏行为，不是好行为，对不对？没有信心的行为是那些不正确的信仰，是没有行为的信心，是不是？犹太人的信仰有行为吗？信神加守律法，这行为是不是好行为？不是。这是不是圣灵更新的行为？不是的。信神加守律法这种信仰是没有行为的信心。这信是信什么？信自己。信自己，他嘴上是敬拜神再加上守律法，那是信自己，是不是？这不是信心，这种信心是没有行为的。什么样的信心是有行为的？信。什么是有行为的？像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，是不是？也不是出于行为的。上帝行。听不听明白？上帝叫你效法，也不是出于人的行为。这是。不利人的行为，这就是信心有行为的行为，从人行为里出来的，这就是上帝所说的，这是有行为的信心。听没听明白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信仰是正确的，人的行为不是信仰，是不是？真正上帝要的是什么？信耶稣。不是要信神守律法，是要信耶稣。这行为正，这信心正不正确？正确。正确了就受圣灵。信耶稣受圣灵，重生得救受圣灵，圣灵开始在他里面结出果子来，这是不是行为？是。这是行为。这正确的信仰会产生出来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圣灵在里面耕耘。上帝要的是这个好行为，不是要的人的行为。有多少人，你看看，你们信心是没有行为是死的，所以有许多人就使劲靠行为，靠行为又离开亚伯拉罕的信了。亚伯拉罕的信是不在乎人的行为，是不是？不在乎人的行为，这个行为不在乎人的行为，这个行为是有信心的行为，对不对？听没听明白？这是有信心的行为，这是有行为的信心，对不对？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样信心呢？亚伯拉罕这种啊，不是出于自己否定自己，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自夸，神所赐的这行为是神赐的行为，是在基督耶稣里建造的行为，对不对？有行为的信心是亚伯拉罕的信，亚伯拉罕的有行为的信是越过人的行为的，上帝越过他的行为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不靠自己的行为自夸，不靠自己，不靠肉体的，这个行为是上帝要的行为，越过人的行为去找神的行为，这叫有行为的什么信心。你可别把雅各书那个拿出来误用啊！雅各书那个行为是对犹太人，你这种信仰是没有行为的信仰，因为你这种信仰不能重生嘛，不能重生就没有圣灵，没有圣灵就不能更新，不能更新你就没有行为，是不是？亚伯拉罕越过人的行为，他就有行为。他有什么行为呢？他有献以撒的行为，是不是？你在人的行为里头永远不能献以撒的，对不对呀？先把亚伯拉罕，先看亚伯拉罕是不是因行为诚义的，越过人的行为，你再找去他为什么有行为的信心。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在监察的日子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好行为
亚伯拉罕献以撒，这是好行为。人靠肉体就夸口，再靠人靠肉体，这是坏行为，对不对？嗯。因为你的行为在亚当里已经玷污，肉体的行为在亚当里已经玷污了。所以上帝不是叫你靠肉体的行为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你的肉体的行为没有办法拿到那个上帝的面前，对不对？嗯。因为你的肉体已经被败坏了，所以你的肉体必要跟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罪身要灭绝。听没听明白？这不是靠着你的行为，所以不要把那好行为当成是什么？人今天加点行为就叫好行为。当你经历完了，你就知道了。神一定会叫你经历的，对不对？我也经历百般的试炼，我已经经历过了。网上攻击我的人，他们都因为我讲的跟他们讲的不一样，他们都要求这个行为。我说也不是出于行为。他说那咱们信耶稣以前不出于行为，咱信耶稣以后还不出于行为吗？前面不出于行为，后面也不出于行为。得救不是出于人的行为，得荣耀也不是出于行为。得救是在行为以外，得荣耀也是在人的行为以外。嗯，对不对？对。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不是出于行为。得荣耀的时候，就把人的救人和救人的行为脱掉，这就得荣耀了。听没听明白？恐怕你说得荣耀就是人的行为了，得救是主的，得救是主的行为，那得荣耀不得咱们得加上行为？恐怕你在得荣耀的时候加上行为，所以在得荣耀的时候把救人和救人的行为脱下去。听没听明白？那就能得荣耀。你看咱们走一走，你就知道上帝的道何等的丰盛。既然得救也不靠行为了，那么得荣耀也不能靠行为，不然的话就一半一半了。归荣耀给神一半，再归荣耀给我一半。因为得救是神赐给我的，得荣耀是我自己加行为的，就坏了，是不是啊？他叫凡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得救不是出于行为，得荣耀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得救是不在乎人的行为，得荣耀就要脱掉人的行为，不在乎脱掉就叫不在乎，对不对？不脱掉的就在乎了，是不是？不在乎是把它扔掉，听不听明白？不在乎不是在行为里活着，不在人的行为里活，脱掉，是不是？是。不在乎遵循律法，脱离，不是守，而是脱离。即使出恩典，不在乎人的行为就脱离，脱离那行为，才给你建造新的行为。是不是啊？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把旧事给他过了。你不脱掉他不过呀，旧事得过了，一举一动才有新生的样式。旧事已过，旧都才能都变成新的，不然就旧事不过呀。听没听明白？主荣耀也不能在你身上显，因为旧事没过呀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激战的时候，属灵的激战中间，所以弟兄姊妹都在经历，在经历中间得胜，靠着信心，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得胜。说经历仇敌在攻击你啊、哦，你们就得救了，就这么轻而易举就得救了，你不用加点什么，不用努力，怎么天主是努力进入的？你们不努力就能进去吗？撒旦退我后面去。你经上记着说什么呢？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能不能记住？啊，经历中间我要使用这个道，是不是？我在见知识上是信这个道，在经历中间是使用这个道，确信这个道，把这道拿出来使用，对不对？对，正确了，这就正确了，是不是？你的信仰要在遇见任何的考验中间，遇见任何仇敌中间，把他信仰应用出去，
好不好？好，这就等于打仗了，嗯，就等于战争了。所以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呢。抵挡，勿要抵挡仇敌。与罪恶相争，这个罪恶就是撒旦用各样的方法，把你圈回到原来的肉体中间，把你圈回到原来的罪恶中间，就叫你靠行为。你只要靠行为，你永远进不去天国了。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得救是本乎恩，你得救必须本乎恩，嗯，也因着信，把这个持守完了，紧接着下面得荣耀，嗯，听没听明白？明白了。在经历中间的时候，一关一关过去了，得荣耀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在经历到的时候，依然是持守前面本于信的那个信心。好不好？好，好。所以我只是给你提出一个本乎恩也因着信，嗯，就在上帝的恩典中。所以本乎恩怎么本乎恩的？亚伯拉罕就本乎恩了。所以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；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。经上说什么呢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个信神这个信就算为他的义。嗯，神就把神这个义算做亚伯拉罕的义，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乃是该给得的。当你做工给你工价不算恩典，没做工就得工价，这叫恩典。我就死死地用信心咬定了这句话，在环境中间我也死死地咬定这句话，好不好？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唯有不做工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，只这么信就算为义。嗯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唯有不做工的，那么你信学习知识，我今天跟你讲是知识。嗯，你要像亚伯拉罕，今天有一天也遇见一种危险的事情，神也不按照这个行为待你。嗯，你确定是信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你确定这个信？怎么确定呢？啊，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我没做工，神就给我工价。天国努力就是不做工，嗯，对不对？对。天国是努力记录，就是努力的不做工。人旧约是人做工，旧约啊，嗯，人做工，新约是神做工。是不是神？新约是神做工啊。所以新约人要歇了自己的功，歇自己的功就证明你是让神做工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他要在你身上做工，我们是在做工的工厂，我们是耕种的田地，我们是他盖造的房屋，对不对？旧约是人做工都失败了，新约耶稣基督神来做工了，得胜了。听没听明白？嗯。那么现在呢？天国是努力进步，就叫努力地歇了自己的功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段经文，这时候才有果效。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三节，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：“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，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”圣灵说：“是的，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”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，安息的，吸了自己的劳苦，不是吸，这就是说吸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才随着他们。那些是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是有福的，是不是啊？最后他们连大带小得奖赏的时候就到了，因为他吸了自己的劳苦，是不是啊？真正的是吸了自己的劳苦，那么多处在指示。神创造万物歇了自己的功，在这里也是真正的进入恩典的人是进入安息了，
歇了自己的劳苦，他就能赶上趟了，不然就赶不上趟了。因为他在我里边做工就赶不上趟了，在主里面，那么今天就歇了自己的劳苦，在主里面死了。我今天在主里面死没死？在基督里死没死？死了。一人集体，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我今天如果能凭信心在基督耶稣里死了，做工的果效就随着他。那是谁在做工？神做工。那么在旧约里谁做工？人在做工。人在做工，那么今天能不能够吸了自己的劳苦？有没有能力？没有。有没有权柄？没有。没有。所以上帝要叫你吸了自己的劳苦，吸是安息的意思，是不是啊？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。真正得救的人他已经归回安息了。你们得力在乎越平静安稳，神越做工，因为这是怎样的，是你已经吸了自己的劳苦，神在做工的。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得救不是靠蹦的，不是靠肉体，不是靠肉体做工。得荣耀也不是靠肉体做工，对不对？听没听明白这句话？得救不是靠着人的肉体的膀臂，得荣耀也不是靠肉体的膀臂。做工的果效，什么样的人做工最有能力？就是已死在基督里死的人，现在基督在他里面活着。他死了，基督活着。你看，生命身体换了，是不是？借着洗礼晚餐，把我的身体钉死，把基督的身体换上。做工的果效随不随着你呢？随着。这是一种信心，相信我的身体和我的血都流出去了。现在是基督的血和基督的身体替我活，这叫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他显现的时候，你才有资格显现在荣耀里，对不对？因为已经死了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了。他显现的时候，你才能跟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做工的果效，这才随着你。你要没死，谁做工？人死神活，我死基督活。现在我现在自己的功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个人，基督的生在我身上显明出来。这个人是真正吸了自己的劳苦。听没听明白？就不至于赶不上趟了，就不至于掉队了。因为今天活着的不是你了。听没听明白？所以亚伯拉罕他的信仰是这样的。你的信仰也要这样，效法亚伯拉罕之心，听没听明白？明白了。咱们一同来闭目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，感谢你带进，把我们带进你的真理，使我们今天记住你的真理，使我们更加的晓得，我们今天都要经历神的道，不单在知识上，而且要在见识上经历你的道。请你将知识和见识多而又多地赐给我们，使我们经多多地经历你的道，使我们能够在经历中间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站立的稳。请你帮助这里的弟兄姊妹，使他们都能够清楚地知道你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功，使每个人都经历主你大能的手。请你亲自来引导我们，不但有知识，而且在见识上都能够经历，使每个弟兄姊妹在见识中间来得胜，在见识中间能站立得稳，使我们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相调和。谢谢天父，按照你自己的旨意带领我们，使我们今天真正的明白了你救恩的奥秘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走前方的道路不至于跌脚，不至于滑倒，使我们望着你的标杆直跑，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谢谢天父的恩典，愿感恩颂赞荣耀都归给我在天上阿爸父神。愿平安喜乐归给你所喜悦的人。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。